你来了，我有些悄悄话正好要跟你说。来，过来点，再近一点，再近一点，哎，认真听哦，我只说一遍。 欢迎收看龚俊熙猛刮痧大作。期盼着能与你相拥，所以我全心中沉默，等海浪都被我翻涌，等为了见到你笑容，给你香烟依旧的暖流，我是如。 龚老师的腹肌特别厉害，什么？更浅。我看看有没有。真机 MB 是时候放出俊哲表情包了。谢谢俊哲。